纸那一边有字吗？把它切了就可以了。三个里面最好的一个都给你，不老实，做人要诚实，诚实不能讲诚实。压力挺小。等等。酒精。这些太，下面有这泡沫不好擦，不平，擦起来。已经花了。已经擦花了。嗯。这边擦花了。在这，后面就泡沫不平。看一下。
行啊，就一个好了，戴上帽子。好几个啊，有两三个。这三个这一边的都好些，你跟家具也有关系，你先放个茶几家具看看，我们有茶几了哦。这一边的都好些。等一下还没看到，等一下我还没擦。刚那边就不行哦，胶都有点没去掉。这个就挺好的哦。这去胶边呢？擦掉。去换个酒精吧。擦掉了。换点酒精擦汗。蘸点酒精。不行，现在是泡一下。不行的吧。